接秀相机，我们28号这头大胖牛火箭牛，文明村的大胖牛啊。好嘞，大家。哎，好严谨哦。小胖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28号是来自我们文明村的大胖牛。下轮可能就要多少大胖了。你不会掉的话，真的脑壳子不会掉过。给你出来，给你出来，活着就行。你们表哥，活着就行，给你出来，活着就行。多少个定？活着就行，给你出来，又不交朋友。28号也是今天的热门之一啊。Thank you, 那那就那不行，看不了，太有底气了啊，看不了，我还他们刚刚翻译过了，刚好在这端午节了，看不了是吧？他们前段时间发生了什么问题？他们突然发生问题，翻译了该怎么？